啊，我的队友是玉祥。他有那么矮吗？你要回头找不到他。我们的写法是以巡线车来讲，是以中间独道为主，所以如果中间独道是黑色，我们就只会直走。所以我们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不会有左转右转的问题，就是直走。啊，当右边独道就右转，左边独道就左转。对，然后在转一开始转弯的部分，我们是想说用另外一只轮子是零的状况，就是停止的状况，这样会在弯道上会有减慢的现象。所以我们为了把它提高速度的话，我们把两边轮子都加到一个值，把另外一个轮子开一点点速度，让它过弯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速度，让整个流程可以顺一点。然后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 if 里面的 or 跟 and。我们一开始是以打两个 and， 然后它的数值会读得很奇怪，不是我们想要读的数值。然后之后是跑去问助教说，要一个 and 就够了，所以两个 and 是错的写法，对。那我来讲一下避障车的部分。我们避障车一开始最开始想法是，因为我想说我们的障碍物是固定的大小，那帮我点一下。好，所以你不管怎么摆，你还是怎么摆都不会超出一个圆形。再点一下，这个有动画。好，再点。没有出来，就是哦，对，就是你不会超出这个圆形嘛，所以我想沿着这个圆形的外切的正方形去走。那就可以绕过障碍物。对，这点，这点，对，红线就是我原本想要它走的路径这样子。那我去量好，有点像斜死，但也不太像斜死，因为我这样走之后，我可以维持在中线上面。但这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当我去读到墙壁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往前突破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改了一个方法。我想说，那我们就不要写死。好，那我多次转弯，转90度之后，但转90度一样在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往右边转90度还是左边转90度好，他走到最后一定会去撞墙。对，如果你在撞墙之前没有走出去就失败了这样子。好，而且还有这两个方法有一样的问题是，我的90度好可能走到后来就会转不准这样子。好，那转不准要怎么办呢？我又换了一个方法。那转不准，90度转不准，那我就不要转90度好了。好，所以我想到这个后撤步的幻象法，来点一下。好，我一开始直直走，走到遇到障碍物之后，我先后退一段，后退之后再来转向。好，转向之后再遇到障碍物再后退。那第一次转向的时候我往右转，第二次我就换往左转。那我用一个计数器在回圈里面去算，那奇数次的时候就右转，偶数次就左转这样子。那它角度不是90度，就没有前面转不准的问题这样子。好，不过变成说我在出发的时候，我必须先抓一个对它来说比较好走的路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在写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？我让它起步的时候，我离手的时候让它朝着左边出发这样子。那我右转和左转的角度，我设定的是故意让它设定不一样。我会右转的角度比我左转的角度大一些些。好，那让它慢慢的在每次转弯的过程中往右修正，修正到最后让它刚好可以去触碰那个出口的部分。好，然后碰到哦，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，我转向完之后，我在城市里面先设定让它往前直走一小段，那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受到旁边障碍物的干扰这样子。那有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我们车子两轮的速差，好，造成我一开始走直线的时候走不直，走直线走不直会造成我一开始在帮他判断他出发的路径的时候，好，会有无法瞄准的状况这样子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。第一种写法、啊，那样子会遇到墙壁吗？你不是已经保持它在中线了？
就是如果他撇掉之后，对，理论上他会保持在中线，但是但可能就是你每次九十度没有转正，那你就慢慢的偏过去，最后就不到墙壁这样子。距离好点吗？距离，我是蛮常歪掉的。起步会是正，通常都可以过第一个障碍物，那到后面它会慢慢误差会累积嘛，那最后就会撇掉这样子。你第三个写法，它抛起来怎么样？抛起来，因为你角度基本上还是死的，所以它还是没有在动到。好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距离不长，我有想过其实可以这个方法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好，但是我目前想用这个先过这样子。我有想过可以让它侦测数值啊，可是我后来发现那样可能我们技术不够好，就变有点搬石头砸自己脚。它角度是那个角度是90度，就是说你是说距离不够啊？对，距离不够。所以我走的距离其实是那个正方形的边长。所以如果我量到的是最左边的话，如果我量到最左边，那我右转要走一个边长，这样。等我量到最右边，我也会走一个边长。那这样有可能会撞。对，所以有可能会失败，所以我就没有用那个写法。时间有限，那谢谢，谢谢。